Artis，Hello， 阿提斯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哇，今天假日比较早哈。那我们今天要安装分享的车款呢，是 Toyota 的 Artis。这一台车，2019年哈在台湾上市之后，当然了，一定是延续维持以前销售的很好的状况。那底盘其实，在改成 TNGA 之后的一个操控状况，哦，就比九代、十代、十一代或者是十一点五代好很多，因为后方的悬吊系统已经算是一个大改款 ，TNGA 的系统跟之前旧的拖曳臂系统已经不同了哈。哎，有车友询问问题哈，来我看一下 ，Auris， 黄大你好 ，Auris 可以改前后刹车卡钳，是可以的哦，好，可以的。那 Auris 的话，前面的话可以改成多活塞卡钳，那基本上刹车的话，会看铝圈的大小状况哈。一般如果17寸的话，就建议的大概大小是小6配上325；如果18寸的话，可能是大6哦配上大概356。这个刹车的话哈，我们在这里哦，在台中潭子的 KD 的工厂啊，有实际安装刹车的试乘车辆哈。各位哈，很欢迎来踩看看，哇，那个制动力道会比原厂好很多很多。因为日系车的它的刹车的制动力道啊，如果了哈，来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像是宾士好了，那宾士的它的动力输出有很多的版本哈，举经理的自己的那个 W213， 它有1200，它的动力很小哦，大概只有200匹上下。可是像是 163S， 哇，它做了600匹左右。所以它的因应动力大小不同，它的刹车制动力道就会有不一样的配套的一个零件哈。但是 Auris 也好，或者是 Artis 呢，它的刹车系统的话，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配置哈。那像这个车的话，其实就都做一样。所以如果有开比较快哦，或者是动力有在提升，刹车的话可能就不太够哈。会哦。后面的话是电子手刹车，对，一般哈 ，Auris、Artis 啊，后方的电子手刹车系统会选择改装的方式是改成加大碟，好，前面改多活塞卡钳，后面改加大碟。黄大有问题的话，可以私讯我们小编，或者是可以持续在板上做询问，都很欢迎。那我们今天要这一台车 Artis 十二代要跟各位来介绍的版本是Artis 的这个大陆版的避震器哈，这一台的避震器其实。它原厂其实改成 TNGA 之后，操控有提升到一个程度，可是如果要做比较激烈的操控的话，可能还是不太够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来针对原厂的避震器，那改装之后的状况啊，来做个分享哈。像是这个是前方的 Artis 十二代的原厂避震器。很怕后轮的刹车皮不好改，不会哦，这个都很好改哈，因为 Artis Auris 的话，后方的刹车来临片的选择啊，还蛮多的。你要一般原厂稍微提升的，或者是进气的，甚至是直接可以下赛道的来临片都没有问题的。嗯，来，这个是前方的上座，好，这个上座的话，我们 KTR 就有附一个新品。那可以看到哈，它的前面这个是副桶的，所以它的弹簧很大一圈，好，所以我们的话也是改成。灯笼状的弹簧，所以它的乘坐起来的感觉哈会比较舒适一点点。那它里有一些小细节的，这个是固定防倾杆上方的离载串的固定点，啊，这
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好 ，ABS 感应线的固定位置。好，那后方的弹簧跟避震器啊，长这个样子。这个是后方的弹簧，它的原厂的设计哈，的理念呐、啊，是把原厂的后面的弹簧的公斤数尽量往下，往下，让它轻一点点，能够舒适一点点。所以可以看到啊，这个弹簧，这个车才开没多久。可是它的弹簧稍微有一点歪斜了，代表它的预载值呢是蛮大的。那这个是后方的桶身，这台车经理也常常遇到车友们询问说啊，这台车能不能改短弹簧？因为车友的需求只是为了要好看而已，希望把车高把它降低哈。但是有的车是 OK 的哈。像是我们公司里面有一台 Camry 的老车 ，Camry 六代哈，那一台车的悬吊系统啊，前方跟这台车一样是麦花臣，后方的话也是麦花臣，后方也是麦花臣，所以它的作动的行程啊很长。那作动行程很长，如果要改短弹簧，浪费掉那三公分的行程是还 OK 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NGA 的后方系统，它的作动行程啊是很短哈，这个可以把后方的馒头。防尘套把它拆开会更清楚。好，这一节银色的活塞杆上端到下端，这一节叫作动的行程。好，那它的馒头啊，它的缓冲馒头的厚度，好，来把它大概稍微折一下，好，大概这个厚度大概有八公分左右。好，我们八公分的行程大概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还要再浪费掉三公分的短弹簧的行程的话，它作动的行程只有剩下一点点哦，所以这台车基本上呢，我比较不建议改短弹簧。它、这个上方原厂的话还有一个上座，如果要改装成 KT 的话，后面的上座哈、它很大一个是要沿用的。那为什么这个后面的桶身呢会这么短哦？一般的车款呢、像这样多连杆的系统，它避震器所摆设的位置会比较偏向后轴，那比较偏向后轴，这个好，那跟这个同方向好了，是假设是在这一边哈，它的弹簧比较偏向内侧的话，跟桶身比较偏向内侧，它的公斤数就比较高，它的行程就比较短。那如果比较偏向外侧的话，哦，它的行程呢，作动行程就会，整个避震器的行程就会比较长哈，所以是设计不同，所以长短度就不一样。可是如果比较偏向内侧这个支点的话，它的阻尼就会做得比较强哦。原厂的避震器是 KYB 的吗？我看一下哈、原厂的这个是什么品牌的？一般是永华也有可能啦，或者是开发啦哈。台湾最大的原厂零件的供应商应该是开发工业，台南的开发工业。但这个的话它好像没有打上 logo 耶。这个经理也不确定是哪一间帮忙代工的，因为 KMT 没有特别打上 logo 了。好，那我们来换来介绍KT 安装上去的样子。KT 的话，这台车的道路板前方的弹簧啊，我们没有配直卷弹簧，直卷弹簧比较适合热血，比较适合竞技一点的配置哈。前方的话配置7公斤，200长7公斤，灯笼状的弹簧，它的弹簧如果是直卷式的弹簧，它受力压缩之后，它就是直上直下，所以它的回馈会比较直接。那这样灯笼状的弹簧，像这样胖胖灯笼状的弹簧，它压缩之后有一部分的力道会往两旁来释放，所以它的乘坐起来的感觉啊，会兼顾到原本悬吊应该要有的舒适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后方好了，也有车友有问题的哈、来，弹簧冷卷跟热卷哈、有没有差异 ？KT 的是冷卷弹簧，那冷卷弹簧跟热卷弹簧的差异，它只是在制程当中前置作业的不同而已。如果像是原厂，它需要大量。它需要大量制造的话，它会做热卷式的一个制造生产。那像这样改装避震器的话，通常所配置的都是冷卷弹簧居多。不客气，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把镜头移动一下哈。
来，我们来看后方哈，后方，好，这里镜头这里可以。来，这个后方的话是弹簧的部分是在这里，哦，弹簧在这里，调整机构是坐在下方，那这里有一个筒身，所以它的支臂哈是在支点是在内侧，哦，在这个地方，所以它的摆臂的位置如果比较这边的话，比较偏向后面的话，它的长度就会做得比较长，所以它坐在这边，所以比较短一点点。那在上座的下方啊，有一个调整机构，这个调整机构就是在调整后面阻尼，也就是软硬度的话，车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做调整。那这一台车后面的话，它的连杆机构很多哈，这个弹簧这个下支臂啊，这个支臂的内侧它有一个偏心的螺丝，可以来调整后方的束角、后方的投影的角度。所以如果这一台车车友的话，车高啊降低的幅度有要比较大的话，好，车高的降低幅度有要比较大的话，它的后轮的这个角度，后轮的角度 camber 会变得比较怕。所以如果这一台车有要改装避震器，然后车高啊设定有要低于两指半以下的话，经理会建议啦，连后方这个上面这个仰角调整器都一并来做改装。因为如果这台车啊，它的降下来之后的这个角度没办法调整啊，那有些车款是可以的，像是福斯的 Golf 车系，它是 MQB 的底盘，它后方的话分别有两颗螺丝可以做调整，或者是像中大型房车，你上的 Tiana 或者是 350G 的那一个底盘的话，它的后方的话束角跟这个一样可以调整，仰角也有另外一颗螺丝偏心螺丝可以来做调整。那这个 TNG 的底盘的话，如果啦刚好有看过经理之前直播过其他的车款，但是一样是 TNG 的 RAV4 的车友应该看过蛮多的哈。RAV4 的话，因为它的降幅啊都比 Artis 还要来得多，所以很多的 RAV4 车友如果改装 KT 避震器的话，都会连同后方的仰角调整器一并来做改装，这个对轮胎的寿命都是有正面的帮助。只要一次性的花费就好了，因为改了仰角调整器之后，日后你换胎再换其他东西也不用再花这一笔的费用，所以这个是还蛮值得推荐的产品的。那台湾的话，仰角调整器倒是有很多间的制造厂商有供应， KT 并没有做这样产品，像是 Summit 或者是 Harris 成富这些都有做后方的仰角调整器，品质也都蛮不错。好，后方大概介绍是这个样子的，我换了看前方装好了没，前面这边可以介绍吗？好了，好，那我们来介绍右前方。好，来，我要移动镜头，今天没有小帮手，镜头会比较晃哦。前方的话，它就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了，比较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值得介绍的应该是像是 KT 的用料也好，或者是像这个的弹簧的设定，它是灯笼状的弹簧，所以它的乘坐起来的舒适度啊会比较好一点点。这样风太大。好，那像这个离载串的固定点啦，或者是 ABS 感应线的扣具，这些的锁点都是跟原厂一样，都是给这一台车 Artis 十二代所专用的规格。线上的那个 Artis 的车友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很欢迎像刚刚的车友一样继续询问哦，因为这个是直播的现场，不是录影，所以如果啊大家有想要看有提问的东西，我比较就把镜头啊移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这样会比较清楚哦。来，这个是调整车高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它的筒身的长度啊把它拉长的话，它的车高就会变高，所以这台车最高可以跟原厂一样高啦，最低的话大概剩下一尺到半尺左右。这个是前方的设定。那 KT 的用料也相当的不错耶， KT 的避震器用料应该就可以来值得来跟车友们来介绍一下，像是我们所使用的
里面的阻尼油。什么是阻尼油？阻尼油就像是人体里面的血液哈，是在避震器里面做一个液压的传达。所以阻尼油的好与坏啊，非常的重要。像这个我们使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200公升进口 IP 的阻尼油，它的单价的话大概是台湾的油品的大概3倍左右。可是我经理做的避震器大概今年迈入第11年还是12年，我们一直以来都还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油品，虽然贵了，可是还是有它的道理在，所以它的稳定度相当的不错。那在耐用度部分的话，最攸关到耐用度的其实不是阻尼油，反倒是里面的油封 O-ring。 油封的话，这个是这一台车是日系车对吧？日系车的话，很多车友会推崇的是日本 TIN 的品牌，而日本 TIN 的话，绿色的嘛 ，TIN 的品牌的话，它所使用的油封啊，也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的油封，就是日本的 NOK。如果对这些的工业品牌车友们比较不了解，倒是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都已经是日本啊的龙头品牌。刚刚说到了意大利 IP 的油品，也是台湾油品的3倍价 ，NOK 的油封又更不得了了 ，NOK 的油封是台湾的7倍价钱。那为什么这单价这么高 ，KT 还是要选用，还是有它的道理在，因为它的耐用度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还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有车友有问题啊 ？TNGA 的操控性配上这个避震器应该很好标哦。对啊，对，因为原厂的设定其实不是说 TNGA 不好，因为每个人对操控的要求啊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像我太太一样，她只是把车子当一个代步的工具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改装。可是如果有开比较快的话，改装之后它的不能说就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常常会看到前面临时有事故，或者是临时货车有散落物，你要做时速大概90-100而已，没有开很快，没有超速，你要做一个变换车道的话，如果原厂的避震器它的操控极限的话可能会比较低一点，但改装之后就不完全都不会失控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它濒临极限的一个操控点的话会比原厂还要来得高很多，所以改装之后也会相对会比较安全。那改装也是有缺点耶，改装的缺点当然要多花费用嘛。第二个就是它的舒适度，说真的它的舒适度不论哪一间也好，要最舒适的还是原厂。可是啊，如果要兼顾到舒适跟操控的话，问经理的话可能不太准，因为我就是一个业内嘛，问我一定老王卖瓜，一定说 TNGA 有多好有多好。所以我们不论从台湾的北到基隆，南到高雄屏东的话，有很多的经销商，有很多的店家都有实车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如果啊对产品有所怀疑的话，很欢迎大家先来试乘看看，那试乘之后觉得有满意再来考虑就好了。油封影响也很大哦。对对对，原厂好，如果黄大爷又提到过了，那改装下去之后啊，其实这个车都还很新嘛，这个是12代的，还是2019年3月，所以现在不论是路上在跑的时候都还是在保固之内。那会不会影响保固？如果啦如果引擎的话当然原厂就不会牵拖嘛，但是如果是相关的一些零件的话，譬如说你底盘的零件有发生有异音的问题的话，那原厂其实都会说啊，你把避震器改装成其他品牌，所以就会有异音。那改装回来之后，我们才会针对这样状况啊，帮各位来做一个检查。所以这个是原厂常常会遇到的推脱的部分的。但是像经理自己的车，或者很多车友的车，其实都会把它个性化。至于保不保护的话，开车把它个性化，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啦，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常常我们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台车当你上车之后呢，没有那个兴奋的感觉的话，那这台车其实就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那代步工具的话，其实我们坐公车也是一样道理所以
很希望把车子改成自己想要的感觉，那每一次上车握紧方向盘时候的那个愉快的感觉，其实不是保不保固的问题的哈。日系车意义蛮多的，这台车其实就还好哎。其实我经理自己也开了不少品牌的欧系车，像是之前一台车是 Golf 的七代的 GTI， 它的门框啊，好，它的门框跟胶条隔音是比日系车还要来得好一些啊。可是当遇到路面不平整时候的，它的那个橡皮的摩擦声哦，几乎啊十台里面车友里面大概有七台六台都会有，所以。硬硬的问题的话，还是得要费点心思去琢磨了哈。OK，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 Artist 蛇赖的直播分享啊。如果啊车友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或者是有想要试乘的话，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那下次如果有机会再介绍到 Artist 的话，也会在这个频道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谢谢大家，拜拜。可以上台了。